谢谢啊，谢谢！哎，爸，什么东西都学好了，菜都可以上了。他肯定不是香港。对，我不喝酒。过年的特辑就是从昨天尾牙开始，现在是小年夜。 刚刚下午我们做了全家的大扫除，晚上我们要去做接下来其实有一个系列，应该会做上海公交车系列。我们发现坐公车真的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先从71路开始做起。然后过年的整个视频就是每天记录一天，我们到底过年第一次在上海过年到底在干嘛，很简单的记录。 然后我觉得这太酷了，其实一定要拍给大家看。来，你们来猜猜想在干嘛？他把两个维他命的罐子装成一个之后，然后现在把这个装着，这等一下我们要带去坐公车，跟我们要前往外滩。 来到了除夕，在上海除夕怎么过？我们这一次就是很简单的自己烧菜，然后我们两个人等一下会跟双方的家庭们一起视讯过年。然后我们来看看祥大师如何用除夕夜的重点，祥大师如何用一个锅子煮完所有锅子，炒一个菜，然后煮个汤。 炒一个菜，煮个汤。卤肉饭，卤肉饭。卤肉饭，我们买了可爱的卤肉饭。哦，今天菜会变味道的，猪油。对，我们买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。黑猪油，青菜就会更好吃。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，你从这边买。 简单吃，哦，汤汤汤，今天的年夜饭都是以猪为主，因为今年是牛年，要对牛牛尊敬，改吃猪，排骨汤，好滚的排骨汤，正宗卤肉饭。哎，我觉得这台相机拍起来很美，年夜菜，连线看春晚。 噔噔噔！我也北行，我也北行归准了。
还蛮小的，没有哎、欸，这还蛮小的。有，你看央视嘛，然后淘宝、安徽、山东、辽宁，然后我们来看哪一个好看，最后再评比一下。大年初一要干嘛？大年初一要出去走春，哈哈，我整个发亮。走春，所以要干嘛？发亮。要去当清道夫，不是要跑吧？出发，出发！今天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大哥，他在上海开了一家非常知名的 techno bar，所以今天刚好是他生日，所以要去庆生。耶！耶！坐公车最后一段要。走一段路，一公里，我们要先去一下便利店，然后再往前走。这边是兴业太古汇，有著名的星巴克。这次过年先乱踩点，然后再一个一个仔细拍。兴业太古汇也是一个大景点。铁到南京西路站，有不同的线都可以坐到这个站，然后走过来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像古迹的建筑，看到雷射灯在闪，还有刚刚说500公尺外就可以听到鼓声，这就是 Celia 新的位置，南京西路702号，拍不到，这个是个展场。然后我们要从电梯上二楼。噔噔噔噔，王美电梯。来到二楼，砰砰砰。家但回不了台湾，所以就是废在家的意思。然后大厨上菜，今天要做什么？炒面。炒面。等等来看炒面。没办法把面倒进去炒。大厨的哀伤。等一下要直接放在面。今晚的初二炒面。健康炒面，开出炸裂，炸裂炒面，260克的面，也太多了吧！炸裂，大厨心慌。总之，初二开吃啦。今天初三。正逢情人节，我们要去哪？对，要去哪？去偏僻的地方。我们也不知道去哪，我们要去探险。初三 go。现在往北走，会看到幼儿园，宋庆龄幼儿园，盖得不错呢。寒假进不去。哇，没拍到他翻滚。他在翻滚。
Yummy。 有一只亲人猫，你们是一对的吗？生气，你们刚太爽了啦。情人节快乐，可我没有带吃的，等下被抓。想要就过来。欲拒还迎，爽猫哎、欸！你录我，继续录我、嗯，没事。我来玩这个。哦，他好开心。他有点斗鸡眼哎、欸，后面那只。他吓死了，从来没有人跟他们玩过。走出目的地，但是果然进不去。我们来到我们家附近的高级别墅区，本来要住别墅，要住这一区。一来到这边就有郊区的感觉。进不去，只好跟他合影。坐941路到中山公园，今天天气很好，因为别墅区太无聊了。是914，941，哦，搞错了，哈哈，以为车来了。来看一下别墅区就长这样，景色太像了。爱上公车。结果太晚来了，下次知道了，可能疫情期间，所以他没有那么早，没有开放到那么大吉，大厨来下饭，这叫什么鱼啊？青鱼，这边叫这个叫什么菜？青苗，还有厉害的酱料。等一下还有汤，开工吃饭。哦，要去哪？中山公园。上次扑空的中山公园，因为它6点就关。疫情春节期间，6点就关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尾班车，去看看中山公园到底有多大。拍没拍？1031。来猜猜这是属于 XN 的什么日子？我觉得不管在哪一个地方，白天跟晚上都差不多。今天走马看花一下。奶奶，奶奶，因为太阳快下山了。这根本就是一个小森林嘛，只是是针叶林。倒着走，这样才能漂亮。好，今天应该没办法仔细介绍，所以到时候再拍一个我们第一次在上海过年，到底这几天都在干嘛？哈哈，新年快乐喽！